尽管每一年行业都在投入巨大的技术能力解决手机的流畅性问题，但大家日常生活的使用习惯却是难改变的。依然有很多用户对于手机卡顿有普遍的焦虑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做到了16G 大内存的全面普及。在今天的 Reno 10系列上，我们也带来了 ColorOS 超算平台全新升级，让大家彻底改变使用习惯，从此可以忘记清理后台。比如说，当时间来到了傍晚，这时手机经过了一整天的使用，后台可能会积累了超过30个应用，这时 Reno 10依然可以保证超快速的应用启动速度，甚至比过去还快了10%。而且 Reno 10非常可靠，它能记住8个小时之内你没有做完的每一件事，早上没逛完的淘宝店铺，晚上点开可以继续逛，每一件事都可以从你过去的进度中随时开始，让你可以从容地安排自己的时间。当然，当内存容量来到桌面级电脑的级别， Reno 10也可以流畅高效地完成很多电脑也无法完成的事情。当你在剪映里剪辑一段探店打卡的短视频，突然发现缺少一个美食的特写，不如就切换到相机，立马拍摄一段 4K 视频，把这段素材补充到你的时间线上，边拍摄边剪辑，两个超大型应用也可以流畅稳定的切换。对于流畅性的考虑不止于此，我们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，联合研发换新存储技术，模拟 Reno 10高强度使用4年之后的用机体验，实现了系统体验久用如新。我们的流畅体验也获得了多项行业的认可，连续3年流畅度排行第一。当然，Reno 10系列的大电池依然没有缺席， Pro 加版本电池容量升级至4700毫安时，在重度使用一天之后依然没有续航焦虑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为 Pro 加和 Pro 版本升级至长寿版100瓦超级闪充，充至一半的电量仅仅需要10分钟，让你在出行前无需考虑提前充电，化个简装的时间就可以充满。除了日常使用的流畅可靠， Reno 10也是你生活中最优雅的帮手。比如在光线昏暗的地下停车场缴费，你是不是也有很多次扫不出码的尴尬时刻？别急，双击 Reno 10的电源键，你就可以快速启动 ColorOS 超级扫一扫，它能够做到10度超倾斜扫码，最高35米超远距扫码，以及暗光下的超夜视扫码。不管停车场的灯光有多昏暗，二维码角度有多别扭， Reno 10都能做到一步启动，快速识别，既优雅又高效。当然，在行程中 ColorOS 也会根据地理位置为你贴心推荐附近某一家超棒的餐厅，或者提示你是时候去做个美容了。在你抵达高铁站或者机场之前，它也会及时同步你贵宾候机室的位置或者登机口的详细信息。这就是 Reno 10系列的流畅体验， 16G 大内存与 ColorOS 超算平台，让你从此忘记清理后台，而是持续不断地用最先进的技术创新，把大家最常用的体验打磨到极致。从人像的基础画质到轻薄的手感，从寿命更长的快充到久用流畅的体验，每一个被我们认真打磨的细节，都是大家每天最常用的体验，也是我们最看重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对于做好产品的理解，也是 Reno 系列能够被全球近8000万用户持续选择的原因。接下来，我将会为大家公布所有新品的售价。首先是 OPPO Enco R2，这款耳机的售价是349元，与 Reno 10系列套餐购买立减100元，到手仅需249元。今天5月24日开启预售，6月1日正式开售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手表 OPPO Watch 3，一彩蓝的售价是1599元，
5月24日开启预售，6月16日正式开售。OPPO Watch 3智美生活表带，尼龙款的售价是69元，皮带款的售价是99元，今日起即刻开售。5G 通信无缝流转，生活从此随心互联。OPPO Pad 2与 Reno 10新品支持通信共享、靠近纪年等互联功能。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8+128G 的新版本，它的售价是2699元，首销立减100元，6月1日正式开售。OPPO Pad L 8+256G 版本的售价是1799元，6月1日全渠道开售，首销还加赠智能保护壳。最后是我们 OPPO Reno 10系列的售价，首先是我们的数字版 OPPO Reno 10数字版8+256G 版本的售价是2499元，12+256G 版本的售价是2799元，12+512G 版本的售价是2999元。 OPPO Reno 10 Pro 16+256G 版本的售价是3499元，16+512G 版本的售价是3899元。 OPPO Reno 10 Pro 加16+256G 版本的售价是3899元，16+512G 版本的售价是4299元。我们为 Reno 10系列全系标配超光隐藏胶，同时为 Pro 和 Pro 加的所有版本标配了 16G 的超速大内存，在影像进化、快充升级、流畅普及、质感延续的基础上，也保证了价格的诚意。 Reno 10 系列现在开启线上线下全面预订，